方面看就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哎，你还挺会打扮自己的嘛？啊？挺好看的，果然是因为它长得好看。你手机掉地上了，别别别，捡起来，手机挺贵的，手机挺贵的。打的的啊？怎么说呢？那行不行啊？我完成约定了啊。吓到你了，你自己去跟对面主播说，我不说。挺好看的，真挺好看的。哎呀，好，今天刚好也是。哎，你试试把那两个皮筋摘下来，我看看你散下来会怎么样。散下来，真散下来。你把两边那个拿掉嘛。我看一下啊，拿掉我觉得很恐怖哎，我也不知道拿掉是什么样子。啊，它也挺好看的，它。这个假发小了，你知道吧？谢谢蓝山的关注啊！这个就有点像神经病了，这个就有点像神经病了，我是，这妈就像跟妈神经病一样，我是绝了。这就有点像神经病了。你夹耳朵后面，你把两边夹耳朵后面。夹耳朵后面太丑了吧？啊？那好看的，真的好看的，啊、好看的。哎，真的你还挺好看的，你适合当个女孩子。我操！哎，你真的，哎，你夹子音，我操！我把音乐声音小点。不是说好小点小电视的吗？啊，不是说好小电视的吗？我的天，老爷！夹子音，你快夹子音。我不会夹子音，我操！就你说，哥哥。桃子听好啊，哥哥哥哥，桃子听好啊，哥哥哥哥哥哥，啊，小刘什么？小刘他诈骗我，不是？等会儿我这自拍杆怎么老往下掉？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好像是还不错哦，真的还不错，没